好家伙，孙行人的皮肤都还没坐热，朱龙的皮肤马上就上线了。10月12号更新后上线正式服务，只要参加活动就可以免费获取。当然如果你不想参加活动的话，也可以用532直接获取的。那咱们先看看他的出场动画以及技能效果。出场动画就是猪八戒背媳妇，特别是这个语音特效做的真棒，简直和86版的一模一样。我们来听听。杨子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我实在是走不动啊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局内效果，猪八戒是真胖呀，两个猴哥才能抵得过一个八戒吧，看来走路是真减不了肥呀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技能展示，一技能肉弹蹦床，好家伙，八戒您这瓜保熟吗？二技能倒打一耙，老猪一耙，九齿钉耙，哼。三技能圈养时刻，八戒的大招模型换成了高老庄的大门，音效也是别有一般风味。会我娘子去喽！无论是模型还是音效，总体效果我感觉做的都是真的挺棒的，满满的回忆呀。现在师徒五人就差沙悟净和白龙马了，我想应该也快出了，这样西游记五人就齐了呀。对付这样的阵容必须使用元素龙，否则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在4分钟前不爆水晶。